这就是我的十一个人的首发，王大雷、王申超、蒋光太、张琳芃、王刚、吴曦、池忠国、吴兴涵、吴磊、艾克森、巴顿。我说我，如果是我啊，如果是我，而且这些队员都得是，首先第一，我没见过这的，一定是最好的状态，我没见过的啊，我见过的，我可以说啊，第一守门员王大雷，为什么呢？你就说用连俊凌丢仨，用王大雷丢仨，那不一样吗？没什么区别吧？但你至少王大雷，第一从精神角度来讲，他至少是个大哥，他能喊一喊，吼一吼。另外一个呢，他开大脚开得好，对吗？他脚下比严俊凌好，手抛球也行，发动进攻，麒麟臂，明白了吗？所以门将就是王大雷，说赌错了，输了，一脱手，完了就丢就丢了，丢就丢吧，反正他妈跟日本，我操，你也不是说你不丢就说你让布冯来守，也他妈不见得能赢啊，说的对吗？左后卫王申超不要再换了，你别再给他调右边去，他好不容易在这儿完成一个至少上场比赛前三的发挥的，你再给他变了。他就到那边可能又闷了，明白了吗？他别动了。另外一个蒋光太，你还得用他，你不用他没有人用。有人说李昂、朱晨杰，别闹了，好吧？李昂一直没用，你敢用吗？后卫，李昂那个转身还不如这谁呢？还不如蒋光太呢，对吗？于大宝就别用了，他自己也不想踢了。我觉得，别勉为其难了，好吧？就是蒋光太、张琳芃不能变了，就他俩了，就他俩再差就他俩了，因为你来别的也比他俩还不如呢。右后卫我认为就是王刚，没别人，没有别人。你说高准翼因为没打过右后卫，他就得打左后卫，他打左后卫不确定，又挪一个王申超到右边也不确定，傻了才这么做。因为你调了一个张琳芃，又占了一个于大宝，本身两个位置就已经脱了，上事实证明已经自己就否定了，对吧？我当时赛前我说，要是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这个把中卫拆散，因为中卫太重要了，中卫是连体婴儿，你把他给拆了，你就再来一个，哥俩裹在一起，算了，只能是王刚。你说王刚这不行，王刚肯定不行，你王上元。有人说我踢王上元，王上元跟国家队没打过，而且他在这个哪儿啊？他在那个俱乐部，他现在也没踢过右后卫了。所以，那么接下来中场，我认为，但是就我先说吴磊啊，扔在前面，扔在前面吧，别扔在边上了。当然你要说一定要扔在边上也就扔在边上了，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一定是双后腰，双后腰激进一点的就是徐昕跟池忠国，就吴曦先歇一歇，这是比较激进。但是有可能你说他上一场是队长，然后呢他是发挥的一般，但是也是因为他们要求对他来讲太难了，对吧？你要让他说你踏实实在站着位两个后腰，那吴曦还可以，因为他有几脚转移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如果同时上两个新的后腰，这个有点激进，所以池忠国、吴曦是可能的，这俩，因为你至少池忠国在这儿划拉划拉，吴曦能有个人帮他擦擦屁股、扫扫地，他自己可能还能有点东西。另外一个呢，毕竟他是队长。对吧？你说队长一下变成替补，这他妈自己打自己脸吗？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那么接下来呢，吴兴涵可能还会保留，因为就是我能理解，就是当一个教练当一个教练在一个位置上选择了一个几乎谁都不太可能选择的一个队员，那一定是对这个队员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会有一定的信任啊。当然了，你说激进点的上韦世豪，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把这个90分钟的比赛
当做一个时间段的话，韦世豪没有必要一开始上，因为你一开始上跟澳大利亚人一样，韦世豪以前有很多比赛是这样的，前十五分钟特别亮，如果前十五分钟没弄明白，接下来在场上行也就是他，不行也就是他，你发现了吗？所以韦世豪，我个人觉得你尤其你打日本，先想的是进攻还是防守？我问你，你是先想进攻还是想防守？你说我他妈想着韦世豪上去打打打打过他们家呢，我他妈弄你个，冷静啊！所以我认为吴兴涵只要身体状况还可以，他还会上。因为吴兴涵每一分钟在场上多少有点用，你明白吗？就是你看我给你讲的都是很接近这个现实，就是吴兴涵这个队员，他在场上，他只要在场上，每一分钟他多少有点用。但是韦世豪和刘彬彬这个有可能，这比赛你让他踢六十分钟，有四十分钟看不见，没有人。这就是这俩区别，打弱队我隐身了就隐了，到时候我帮帮进俩完事儿了。艾克森继续首发的可能性挺大，谁配艾克森呢？如果是我，我告诉你是谁，巴顿。有人说巴顿这他妈这球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巴顿能抢，能跑。打日本，你对位有可能对的是远藤航，你得找一个人缠一下远藤航。你要不缠远藤航，艾克森他妈一脑袋扎到吉田麻也那儿去了。如果你中间这个人跟不住远藤航，跟不住骚扰不了柴崎岳，满完。因为巴顿呢，当年呢在北京啊，跟这个索里亚诺呀俩，他打过二中锋，他的穿插扯动，他跑动确实多，他相当于金敬道，他能做到金敬道那个位置。既然李铁用金敬道，但是小金子现在确实没有足够体能，那你为什么不上巴顿呢？你巴顿也同样是个金敬道的作用。